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漯河市，这个视频拍一下漯河市的少林区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黄河东路沙河大桥上面，这个地方的风景啊还是挺漂亮的。漯河市在2004年9月设立的少林区，成为漯河市的一个新区，总面积啊405.3平方公里，总人口49.7万人。下面啊就带大家看一下少林区的街景。